Palazzo Clerici 最华丽的一个房间，可以看到屋顶上有非常多的壁画以及吊灯。那黑的策展特殊点就是在于衬托出古典、繁华与现代的之间的一个强烈对比感。今天是因为是设计周倒数第二天，所以人潮非常非常多。可以想象，人有少点的话，这里的空间是非常具有很好的效果。